不是你阴魂不散呢？你我都躲到宾馆来了，你还想干啥呀？我们就不能再好好再聊一聊还有什么可聊的？我觉得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。你就不能让我进去，咱俩再好好说一说。行行行，来来来，你进来来，我看你还有什么说的来。坐那吧，有话快点说，一会儿还得出去呢。我们之前那么好，我们也经常吵架，但是每回很快就和好了，为什么这回就这样？老吵老吵，我累了，明白吗？吵完又好，好完又吵，这样有意思吗？可是每个情侣不都是这样的吗？我不想这样，本来我是打算和平分手的，但是既然你哥那么说了，那大家就一了百了，就完事儿。如果要是因为我哥的话，我现在对你道歉。不用，用不着，真是一点都用不着。我只是想跟你们说啊，如果说你那边看不上我，明白不？咱俩就不必要浪费彼此的时间，坦白就完事儿了，至于吗？啊？没有人看不上。没有人看不上我，来，那你告诉我，你哥说那话什么意思？啊，什么意思？他就是为了维护我才。维护你？那我问你，在你爸妈的眼里面，我是不是这样？来，咱不说这个，你到底跟他们说没啊？我没事，我会跟我父母。不用了，完了，你走吧。不想。你不走啊？你不走，我走。哎，你要愿意在这待着，你就待着。但是我希望我回来的时候，你已经走了啊。